你们女人生起气来，简直太要命了。我们女人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又话里有话呀？如果咱们俩以后生气，你可千万不能跑出去啊！要跑也是我跑，我怕你冻着。你为什么要惹我生气啊？你要好好珍惜我，你知道吗？像我现在外形这么优秀，还故意把假期调成跟你同一天。 耐心在楼下等待你收拾完，带着你出去逛街的完美男朋友，你上哪儿找去啊？快快快，跟上走！哟，回来了，张姐，看我把谁带来了？啊，哎呦，一冰来了。那阿姨把最拿手的做给你吃，好不好？ 坐坐坐，来啊！妈，这说来说去吧，你儿子比我女儿啊，各方面啊，哎呀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这个婚姻嘛，这双方还得门当户对。妈，阿姨，我跟易冰的事情，让您操心了。但我喜欢温易冰，这件事是我一生都不会改变的事情。